掌声欢迎咱素华小姐。来，请起立。立正，敬礼，请坐。这个今日足，咱非常荣幸啦吼，足幸运，会当请这个素华。啊，我相信在座各位吼，这个暗时的时间吼，有真侪人伫听素华的时间。所以素华呢，伫全台湾吼，上少伊的粉丝吼，我看超过300,000人啦。啊，今日呢，大家拢真好运，啊，伫咱的授婚的最后一天啊，会当来请这个素华吼。小姐呢，来甲咱演讲，咱搁再一摆用上界热烈的掌声啊，甲伊欢迎，多谢各位。各位前辈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我是素华。其实吼，我常常咧甲人访问，若算全台湾访问人的历史啊，甲记录，我想我应该排伫真头前吼，因为最近四冬真出名，就是讲已经访问过无同款的人头，已经超过1,000个。啊，若佫加伫1995年开始到今嘞，我想毋知要怎算吼，所以这个部分我始终都有经验，我想我。绝对唔敢提示。不过呢，那出门去演讲吼，我若知影，我都有真济借口。譬如讲，今日我若知影是蔡继元教授有来现场，我想我半暝半我就偷走去啊。啊，我若知影讲有遮济人坐伫遮，我嘛一定会搁会偷走。啊，今日早起呢坐无客运车，佫较想讲吼，绝对袂当家己塞车来，这种是三个唔对。所以伫咧遮呢，我想。我唔敢承担各位呢，即、這个真悬的期待。只不过伊对勉强我是算学问世代啦，哈，学问世代就是伫1990年，还佮去读大学，迄个时阵呢，啊去对着即个时代潮流，对遐一路安尼行过来，我想我嘛是算较算迄款安尼。大家拢想要走，啊，结果走无去啊！1990年把一个年啊，到今已经是21冬的时间，所以我伫访问的过程中，毛拄着真侪前的朋友拢甲我打招呼，讲说啊，你袂记啊，咱20几冬前，咱就伫对伊吼，一街头捌见过面，啊，一个讲无猜呢，声音是一款真安幼年轻的声音呢，吼，人安尼一个讲都碰风，佮减脑亏。所以今日我相信，经过呢吼，咱在座真侪朋友，遮尔有经验呢，无得靠我肯定要讲话，一讲有真侪出包的所在。但是加在呢吼，我有一个信条，这个信条就是讲，我讲的话我想要真实，想要真实的意思是，常常有当时啊吼，会倒边听正边出来，啊，所以呢吼。随时和大家来指教，最后就想要真实，就是讲不一定真实啊，但是想要真实。我想这是我真基本一个信用，我嘛希望讲用这款的信用来甲各位交陪啊。安尼的时阵呢，吼，我心肝就较在啦啊。来甲大家回想一段呢，吼，我家己参与讲这号做政治实在是唔是？因为咱一般咧讲参与政治呢，吼。应该是指两款，一种就是到尾啊，伊中间的希望去达到的是特殊的政治目的，譬如讲选举啦，哈。当然，咱嘛有真侪政治领袖，伊希望这个国家伊唔啦，会当将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，甚至是一个会当让人民幸福的国家。你若是讲第二条来讲呢，我想我是哈，我嘛是会当算是一个准政治人物。啊，若是讲第一条一定爱选举，吼，安尼行在时的时阵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阁唔捌一天真认真去想过讲，哦，我一定爱选举，吼。啊，为虾米会想讲呢？这个愿望，一个国家会当独立，
啊，这个国家唔那独立，搁啊好人民当幸福吼。我想，咱经过这21年民主的洗礼，我甲各位伫阿未开明进前，我想拢是差不多啊。什么是叫做差不多？差不多就是讲人生到底追求的是啥物？伫幼年的时阵，我所追求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咯。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期待，啊，得考好学校。啊，其实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吼，因拢是出名趁食的人，所以嘛唔知影读好学校伊的意义是啥物，干那知影讲吼，即、這个去读好学校了后呢，最好你去考啥物公务人员。我会记我妈妈安尼甲我讲，伊讲听讲啦吼，即、這个早起去拍卡了后，规个早起拢有当请捧西兼看报纸个。伊讲我做看地林报纸，吼、啊，中昼时啊呢，食饭，佫会当转去煮三顿，煮两顿，吼、啊，啊，刷来呢，下晡时啊，佫会当去接囡仔，啊，下课。我想讲，奈安尼啦，吼，啊，因为咱细汉的时阵较纯洁，毋知影讲这真正真好，吼、啊，那比较即马呢，一工做18点钟，当然是真好，吼、啊，迄阵会认为讲，人生乃是安尼，吼、啊，一直到我。2006年，我有机会去到地方的政府，就是分林管政府的道路市公所，我不得要做10个月的这个市长的机要秘书，我才知影讲原来这是真的。迄到过下晡吼，再去大家上班的时阵，是真正拢找着人，但是只要过中昼过呢。一直到3点，差不多4点半啦，4点半人才走出来。啊，咱知影讲吼，公务人员伊个点名嘛吼，向向围观点名制度。阿伯，你无听吼？我讲较大声。迄、那个诶，敢、欸、有人台语听无诶？请举手。拢有吼，好安尼。啊，我若讲无标准，请恁只指正。头路讲着讲吼，差不多四点外诶时阵，人会阁约出来。啊，伫遐进前咧吼。变真搞，有诶着去啉酒啊，哈！啊，即个有诶伫边啊跋筊，啊，拢伫遐附近啊。为虾米呢？因为只要若画者讲，哦，要来点名诶时阵啊，吼，差不多拢啊10分钟内底走会倒转来，迄才有算。所以因互相嘛会暗互对方。我在想讲，哦，到地方政府，尤其是到即、這个市公所，到了市公所会当算是分林县政府诶一个门面啊，吼。因为伊有10万人，对整个分林县算73万人安尼算起来呢吼，已经占即个1/7，而且呢，所有的大学啊、公务人员拢差不多伫迄个所在。竟然呢，你过中昼了也找无人啊！我第一届开眼界，啊，而且真正是先去接伊个囡仔下课了，佫转来转卡。哇、哦，真正是真好过日子吼、哦！所以早时的时阵就真后悔，后悔讲无听老母的话。我老母第一个就希望我做公务人员，第二个伊阁去菜市啊听人讲，讲呢吼，你得爱去补习班呐。哦，补习班真趁钱，咱家嘛有林志升这个老师伫个吼。今仔日伊有在莲花，这电话这大条，人伊嘛是因为经过补习班赚过钱。结果我嘛是阁无听我的老母的话，迄个时阵就差不多对妈妈来讲，生囝两个愿望啊。你若有在了去补习班做老师，啊若无就是去考公务人员的吼，安尼对伊来讲一定足满足啊。所以阮就是安尼一路大汉的，伫这个大汉的过程，上界烦恼的大概就两项代志。第一就是到底有查甫人吼。有查甫男朋友要甲咱交无？吼、哦，啊，搁一个就是有头路通食无，而且是稳定的头路。我想，就算是要反抗老爸老母，的安排，不过呢，嘛是一直真希望讲咱会当嫁好人了。啊，搁来呢，会当有好的头路。一直到1989年，我想1989年发生真侪代志，在座的前辈呢，跟我同款，吼、哦，应该拢有一挂。相同的记忆，就是先是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，我第一次看到讲，哎呦，
奈有迄大学生遐尼啊亲亲哈，尤其是伫中国个大学生，因应该呢啊，即、這个有真好个前途才对，尤其是21当前哈，22当前真不得了的，真的有人伫遐咧动即个坦克笑个讲，啊而且佫读真好个学校。我第一次看到迄个坦克车对因个身体安尼搞过哈。啊，当然，足济当了嘛，有人传言讲迄是合成的照片。不过我相信，伫大庭广众之下还是真的。迄当是历史啦，哈。当当我伫遐唉声叹气，讲哎呦，奈安尼时阵，人甲我讲，啊，你敢毋知影台湾嘛有发生类似的代志？我咧讲一年，讲一年的是哪只啊？四月七七，真是郑南榕为着言论自由自焚，哦。再来呢，是这个五月二九是吧？第一、那个江一华，哈、哦，对嘞，啊，五月十九，哈、哦，是嘞，加十天，五月十九呢，哈、哦，嘛伫凯达格兰大道头前来自焚。迄阵我雄雄在第第一届伫头壳内底出现讲，哦，原来有人呢，一摆上瘾，伊为着公共事务的代志。伊追求的是正人的幸福，伊追求的是一个社会环境，伊的自由大过呢一个人的生命。而咱一生什么上值得掌握，唯一会当掌握，佫毋是咱的父母，佫毋是咱的师生，嘛毋是咱的爱情，佫毋是咱的边啊真侪爱待咱、尊敬咱的人，拢毋是呢？是甚物？是咱的生命呢？甚物有比生命佫较宝贵的代志？有当时啊，为着要为着家己生命的延续，所以你看，咱真侪士大人，迄到尾啊嘛是的，兄弟亲情、爸囝、夫妻拢无要烧钱，为虾米呢？迄钱啊，第二落底啊内底，钱为虾米第二落底啊内底？为着家己的生存，一定要自主，会当快活，会当幸福。所以你今要讲的，就是讲生命的延续是对人来讲是偌呢唯一。伊会当掌握的，所以讲到遮，要讲的就是讲，竟然有人伊安尼的时阵，我感觉对我的生命完全产生一个转向，可能吼天生咱都毋是一款大家庭出世的时势，本来咱就真容易尊敬别人，咱就真容易呢，感觉家己的生命是真卑微，哎，别人都会当轻，真轻。真容易把伊个生命奉献予社会时阵，咱算啥物啦吼？就会产生即款真追求甲崇拜心，一路安尼行过来呢，一直有几个口号伫大家己个头壳内底。第一个口号，当当那是咧想要烂，想要无爱个时阵，就会出现一句话，即句话讲：千万不可伫咧历史上缺席。啥物款个历史呢？就是这个社会要改变的历史上发生。哦，我听到真多，原来是在做医生的，原来是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，做牧师的，原来是在国外做教授的，他们都呢这样拼回来来到台湾的这个社会政治场来集合的时候，心里真多，真正有真多感慨，也很欢喜。这个欢喜就是说，哇，咱有知道伫咧台湾的历史，伫咧要转换的时阵，咱会当安怎？咱要对着遮个前辈的脚步啊。不过头拄有讲到，目一个年二十一冬哦，吼，这个二十一冬，我实在袂当提示讲，渐渐我嘛变作是一个爱为家己言论负责的一个人。我已经袂当提示讲，逐项代志拢是别人的责任。不过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实在是把怨叹很多次，尤其要望别人的时候，自己就越怨叹，有很多空的棒可以抓，我估几个例，我想这几个例呢，对各位来说，可能都也听，又在听。譬如说，1990年，那是我第一次走向街头，结果就很出名，有人就知道，人家讲，迄阵讲有一个被拍死的女学生，其实迄个女学生就是我，啊无无被拍死啦。迄阵是郝柏村要做行政院长，啊真侪人咧反对军人干政，我迄阵还佫咧读
台湾大学，第一届做街头，我唔知影讲吼，警察真正会拍人咧，唔知啊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我读过的册，警察是人民的保姆，哪会使拍人，哪会拍人？而且迄阵做流行的一句话就是，警察若去拄到这个游行的暴民的时阵呢，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嘛想讲要去甲冲低一下吼，甲骂看卖，啊甲拍看卖，看他是不是真的不还手。当咱的心目中对警察是产生这么尊敬的时阵，透早我会记得迄阵是7点外8点的时阵，伫中孝东路甲定江街的街口，我看到有一排人吼，一排甲各位拢生做要生，啊有查甫有查某，一排差不多10几个啊。啊，坐伫涂骹，坐伫涂骹呢，后壁才有几百人的警报部队。我发现讲，迄个分局长伫遐话，伊讲，各位，即马恁若不赶快走，要驱散。我听无驱散是啥物意思？驱散是啥物意思？我想讲，啊，人头前坐一排伫遐，啊，驱散后壁几百的警察，啊，驱散是毋是？伊若毋走，就要甲打过意思。我头壳想无啥有，因为我想这款的画面是对我来讲是无可能产生的代志。但是真正是说那时迟那时快啊，迄目睭袂赴逆两个，迄真正怎啊打过来？迄阵我拄啊去这个去受训啦吼，有一个叫做大家晓得啥物滴口鼻吼，有一个训练，迄个训练内底我拄着朋友，伊甲我讲呢。咱人吼，若要去救苦，上基本的啊，甲人共苦同苦啦。我嘛想讲同苦到底是啥意思？头前有一排人吼，啊，一排人佫为着公共事务坐伫遐，啊，即嘛无走呢，并没有被化驱散。所以我想，其实我毋是真巧的人，就是因为毋是真巧吼，才佫留伫遮了对啊。我想应该爱共苦啊，所以我就佮坐落呢。啊，坐落了后，无想讲头前去摆弄准备，大家知影讲警察若要真正过来的时阵，一定爱走，啊无甲我讲啊。结果大家走，啊跟我一个坐落，我搁边啊搁揪一个查甫囡仔吼，迄个查甫囡仔因为拢少年嘛，大家互相拢会羡慕对方有青春的啥物安尼吼，所以揪的迄个查甫嘛戆戆就转来坐落，坐落敢若我两个人，我尾也是伫镜头顶悬才看到，哦，原来我两个真正打到样伊呢。遐咧打过了吼，第二届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就冰晶啊嘛，啊冰晶边啊有一个人甲我话讲，啊你的锁匙吼，你锁匙落去啊，我想讲锁匙落去，叫我捡起来，我又甲戴咧，戴咧了呢，心内底想讲，啊打锁了要安怎，我嘛唔知要安怎，看边啊迄个查甫讲出要甲我砍呐，我想讲大概是要砍起来坐好。结果20栋后，甲问，伊讲唔是啦，是扛起来要紧来走啦。结果我阁弄唔对，怎扛起来两个阁坐哩好？哦，第二届我着静静啊伫听吼，真正人分三种人嘞，警察嘛分三种警察，有诶大鬼吼，唔知安怎，咱听讲吼，人到迄款要死诶时阵嘞吼，有诶人会假死，啊有诶呢吼变作凶恶诶，啊会紧走。啊，佫有一种，就是我即种诶，就是毋是前三种就对，可能会变甲真安静，佮变甲真勇敢，对，即种特种人。我静静伫遐呢，可能只有两三分钟诶时间，我真正会当分辨有诶警察，伊要甲我打过诶时阵，伊会对边仔安尼踅过，检查一骹就对。一个有呢吼，伊咧防杀诶，即款人甲我较共款，就是有当时啊伫人群中吼，较无防勇敢，后壁杀伊就位头前去安尼，甲你挤过，啊迄块打几下骹，你知无？因为伊凶狂啊。啊，一个有呢，可能长真暗浪，真输气，毋知是甲因某冤家，还是去因老爸骂，还是再去互因长官讲啥？迄过去瞬间跳过去，搁歪头搁甲你站一骹，所以嘛有呢，尾啊严伤严起来。脊椎有挫伤，大腿内出血，胸部内出血，阿妈讲歪一边安尼，奇怪打了嘛无事。我知影，我起来先耳一边听无啊。真正伫 radio 顶管，就是讲伫迄个 video 顶管看到，迄阵吼有哩流行咧喷迄款叫做，毋知大家知影喷红水，
嘿，伊一方面是为着我唔知影是咪辣椒水，但是我知影是红水，就是要甲伊做基底的对。啊，有诶是喷迄个白沫的对。啊，我着发现我怎倒伫一个白坡内底啊，啊嘛是真勇敢。迄阵才开始想讲，哦，警察原来是安尼。我不过即课上了足大课的对。当人知影讲警察果然是安尼，而且伊会安尼的时阵呢，开始变勇敢哦。我会记得我第一个反应是。目镜吹起啊，目镜你啊打个吹啊，啊无偌久人佫甲我话话讲啊，你后壁穿白衫啦，啊大家拢会啊认真歹看，讲我迄款好闲的，我伊三公安尼讲啊，拢袂问我讲骨头长几支无，讲甲我讲你穿伊领衫吼，后壁安尼大家拢会啊认歹看，我想想讲安尼嘛对，啊你知影迄阵附近吼，常常拢有咧趁即款政治财吼。买 T 恤啦，也是买烟尘的啦。我是无去买烟尘，不过我有去买一领青色的 T 恤来，把它换起来，一领白衫就对。啊，我嘛有走离开现场，因为我目镜吹起啊，去配一支目镜。迄阵心内想讲，啊好啊，这款政府要甲看个较清楚的。我到尾啊，到底是安怎？我无想讲，我死啊！我就是因为离开差不多半点钟的时间嘛，就出大代志。什么大代志呢？原来。正人找无我，因敢若知影讲我从位置内底，想讲安尼到底是毋是送去病院去啊？结果边啊马街啦，呆呆人找无啊，啊对人去对，啊都我都嘛是阁看到 video 才知影讲咧吼，即、這个有立法委员伫内底咧话，听讲有一个大学生去用拍死啊，恁甲我交出来安尼，哦，即款代志传出去了后呢，迄天就真叮当哦吼。有人来变公车，现场来牵14粒的汽油弹，包括烧着两个警察，包括呢连这个新闻局啊、城中分局拢牵入去就对啊。变公车嘛，变警察车呢，都是因为听讲有一个大学生去用打死啊，而且搁尸体拖入去内底无去啊呢。我想有当时啊，伫即款公共场合吼。假勇敢，其实我唔是假勇敢，我实在是目中无人呐、啊，就想讲是来见客的，唔知家己已经闯了大祸安尼。啊嘛，因为安尼呢，所以即世人为虾米，我头讲除了戆以外，除了感觉真骄傲以外，一直拢走无开吼，走无开即、這个公共的领域。坦白讲，我生了嘛唔是算安尼偌尼歹看吼，讲话嘛唔是袂讲，册嘛唔是袂读。厝里嘛，毋是无栽条栽培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心内较唔甘，想讲呢，大家为着我安尼吼，因为尾也阁发生真侪代志，包括某人因为安尼去坐监，一届判十冬的，所以这拢是互我一段时间内底卷入了，咱头仔讲的讲。真侪代志是伫电视顶观看到的，啊，即摆呢发生伫家己的身躯边，尤其头仔讲迄领衫的故事，我阁讲者，因为迄天我经过的代志太侪咧，那以后有机会再甲大家专程来报告吼。我记迄阵我怎啊对目镜店倒转来，啊倒转来到现场的时阵，安内看到我边啊咧吼，安内一排大家安内一直闪一直闪，啊尿出一条路，我想讲。到底是要让我行是怎样？不是啊，对那边远远的中一个人过来呢，我那个人啊中到对，大家人就闪到对，我想说到底是怎样，后来走到差不多我头前十数公尺的时候，我才看清楚，原来那个人的头壳的血用闷的，这样一直闷一直闷，啊可能太恐怖了，所以大家那个反应不是去感冒，就这样闪开，这样就这样，闪开了，我要插一句话讲，就是讲我过去是看红就会昏去的人，拢唔免喊第二声，就是看到啊，就随砰一下就倒落去。有一届，我弟弟伫个巷路遐咧照镜，我讲啊，你咧创啊？伊讲伊去互车磕着，我怎看两唇红红安尼，啊无咧问话然后，我就伊外头想讲，这啊你是安怎讲话讲一半无伊啊，因为我已经昏去啊。结果迄天哦，唔知安怎，咱讲有做大只鸡难题吼，就是讲。这个细项的有代志，但是呢吼，真正拄到大项代志，大家拢闪哦。我的反应竟然是冲对头前去，啊，我反应真紧的，因为我头拄仔唔想讲，我阁有一领白色的衫啊，大下印，大家拢真是，我领衫就抽起来，对伊的头壳就安尼甲
安尼甲砍落去。哎呦，差不多两秒钟哦，规领白衫全拢变红色的。啊，伊个准啊，我着甲夹咧安尼。啊，伊着伫遐画，啊头前画啥我听无，因为伊真想讲。尾后才听清楚，伊讲小姐，小姐，我到底要原谅他们，还是要还是要恨他们？哦、我想讲，伊是伫讲啥？伊讲我是一个牙医师啦，我是一个齿科医生。我其实是坐伫路边咧看老人，看到一个阿伯安尼，红烛咧拍他六十几岁。我跟他喊一声，讲唔通拍迄个阿伯安尼，我讲拍一个怎啊变作安尼啊？啊，我住安尼咧，送伊去病院，去到病院，我看一个惊一跳。迄规个迄个急诊室的边啊，有一条足长的走道吼。完全拢是受伤的人，而且大部分不是手受伤，就是头壳拢颜面受伤。啊，然后我送迄个人去，无偌久的时间，就有人甲我吐，因为我要甲写字嘛吼，要甲迄、那个，你甲我吐，讲叫我向边啊，就对啊，因为阁有一台车入来，迄款咧塞个迄款车啦吼。我第一个看到原来人吼，一旦亲像。迄、那个参加啦，同款青蛙啊，哈！我做一个动作给恁看，唔知各位捌看过啊？安尼，你知安怎？喷迄个气泡泡才大粒，火！哦，我真正连伫卡通内底嘛毋捌看过。我出来一条，想讲这个人安尼敢会话？哎、欸，我未反应过来哦。人甲我话讲要清掉啊！各位你知安怎嘛？为啥要清掉？另外，阁有一台车阁一摆啊！原来讲看到闹出啊！迄一阵吼，我无法度忍耐，我就一直哭，因为迄天我老爸生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尾啊，大家咧话讲，我搁转到现场时，大家咧话讲，就是讲，到底唔知道要画啥物啊？因为竟然伫现场，敢会当唱《爆破王》甲《望春风》，唔知大家还搁会记无？迄个时代定拢安尼。啊、我会记是刚解释，大家搁要画，要搁进步吼，要搁前进的时阵，竟然叫阮倒安尼啦。啊，有一届有个人讲话，好天公伯啊，来甲阮主持正义。哦，我目屎怎啊淋落来？因为我伫人群中看咧画天公伯啊，想我看到一个人的衫影，敢若袂是阮老爸同款。这个物件集合起来到底，我伫想讲奇怪，这敢毋是咧看电影才会发生的代志？啊，然后呢，无偌久，我也做我的头家的一个立委，啊，佮有几个立委，因为我对伊较有印象，因行入来，怎啊随家在警察握手，谢谢，我是讲是咧谢谢啥物啊呢？啊，佮一个内底嘛，甲阮谢谢，伊讲吼，阮已经伫内底打了辛苦而神圣的一战，多谢各位的陪伴佮支持。我想看我伫外口拍到半小时，那也谢谢我们的支持。啊，只能讲今天只吼，咱就告家为止，我们到这里结束。你知影其他人面面相觑，唔知影今麦到底是安怎啊？因为才经过遮尼恐怖的，头先讲的，你袂当讲叫做屠杀啦，吼。但是呢，事后咱伫龙耀大顶面看到，有真侪人真正是予人安尼拖伫涂骹，啊，拢目标就是颜面。这多的过程，为什么是换来立法委员来跟我们谢谢，多谢支持呢？啊，结果大家都对伊行。其实路吼，这个队伍啦，行无两三百公尺吧，就开始有人唔爱行，唔甘愿啊，所以就开始头头我所讲的，有人变公车，变公车，等于穿鸡丝，穿鸡丝就对。迄天开始，我有啥物要伫一开始的时阵，甲各位阁补讲一段。伫我真纯粹、阁幼小、年轻的心灵啊，我开始有足侪复杂的思考。我心目中的警察哪会安尼？我心目中的反对党的领袖哪会安尼？包括伫内底有一排的人，差不多二三十个立委伫遐绝食嘛，绝食五天。啊，所以因另外徛一个所在，啊，有用一个线围起来。啊，外口呢有一段时间啦，吼，因遐是算一个安全区，外口的人吼拍到要死吼，要倒入去内底。警卫啊，拢讲袂使，就是咱这个
为着游行吼，咱会去产生一寡即款的纠察队，拢讲袂使。我第一个想讲，哦，原来呢，这也有阶级，吼，啊也有这个立委扮演的角色，也有警察，警察迄阵甲立委咧握手的时候嘛是握了真顺畅啊。啊来安尼，啊过来，佮出到外口的时阵，佮看到原来民进党也有分做美丽岛佮新潮流。即、这个新潮流迄阵讲号做较冲啦吼，啊所以伫即个红派即场，啊美丽岛呢，因伫外口明明知影另外一条街啊，因伫中山南路遐，明明知影伫一条另外一条街啊，人去用拍到半死，结果因伫遐呢吼，啊阿龙哥啊演讲，啊我完全看无，啊我也眼睛好，我安尼敢若拢咧编故事吼，毋过眼睛好无偌久就出国，吼、啊、我嘛咧想讲真奇怪咧，想那。眼睛毛迄阵是规个场的负责人，啊，可以咱随走出国去。无偌久，陈文茜，吼，啊，甲一挂朋友，因、欸、我拢共名共点出来吼，因为无想要做人身的攻击啊，啊，所以都爱甲因的大名请出来，啊，就真正有安尼，啊，我若讲唔对，人来甲我纠正。第一个我听到讲社会边缘人，各位你敢知影？社会边缘人，这毋是国民党讲的。这嘛不是共产党讲的，这是民进党讲的。伊为着要拆开讲，因家遮个天气有动的人无共类吼，所以因讲遮个人吼做社会边缘人。讲社会边缘人就是无固定的头路啦，吼啊，规工营营伫街头，所以迄阵也有街头圣战士。毋知大家捌听了？这个、名呢，这个、好名其实是来自民进党，伊阁甲。街头的朋友分做几个组，讲有阿秋组的，有镜头组的，有蓝金组，唔知你捌听过啊？绑一个拿金仔，吼、哦，啊口腔组就是吼，即、哦、马开始要游行的时阵，都有一排人会徛伫头前，啊，甲警察一直骂，一直骂，啊骂了了就会走开安尼，应该会做即款的分析。啊，我心内伫想讲，靠家己的人变互人看的，即甲咱古早读的迄个忠孝仁义拢无啥共款啊。咱读到唔着讲领导者的位呢，吼，群众来排责任唔着对，安内走滴比别人搁较头前，吼，安内撒家比别人搁较远，所以嘛是因为即款的阴错阳差啦，啊无照你讲，我可能嘛去做立委的助理，啊怎啊对人去选举，无得甲即马嘛分到啥物嘛无一定吼，袂安尼，啊都无机会来遮来甲各位来做一个分享。你讲的是讲，因为一开始就看到真复杂的人性，一直二十一当来呢，发现讲这个人性也无加也无减，就是安尼啦。啊，但是咱人伫遮内底，过去呢，拢有真侪真神圣的口号，譬如讲，咱嘛常常听到选举的时阵拢讲，这是决定历史的一刻。这是什么天下第一战？这是四百年来第一战？这是什么会？不是最后一战，就是第一战。战干安尼，唔知要走头前啊，走后边。总是呢，人讲叫做鼓声来响吼，雷声来叮当，咱就安怎？哦，咱就一直去用吹逼啊，一直感觉讲，那会使无正义感？那会使伫历史中消失？那会使伫这个新型的第一阵中间，咱怎啊走无去？袂使，阁有人会阁出来讲啊，咩含泪投票啦，含恨投票啦，都阁有人讲啥？咱来构转大局，吼，唔通互人分化，咱来团结。你越来越觉得不应该分清楚是非黑白，为什么？因为若安尼的时阵，真正半脚都行袂叮当。所以，心肝永远走比脚较头前啊！安尼一直皮薄菜、皮薄菜、皮薄菜，袂使，咱袂使。即马今年选举要阁搞哈，明年初啊，无论有偌济不满，无论有偌济要求，无论看偌济未是的，拢不管。反正这是改变台湾人命运的唯一的机会。所以绝对要去选举。但是，咱的心吼，敢若去
果土啊粉，还是果啥物，还是新鲜同款。一边伫好泛滥吼，包括咱的良地嘛咧好泛滥，因为坦白讲，咱外头看咱家己，能够手扶扶机之力，手无白鸡之难吼，啊无去选举，无咱阁会当安怎？啊，所以咱嘛会看到啊，今年的选举内底后，吴岳水老师出来选的，吴岳水老师出来选。那么说唔知道要安怎讲伊吼，因为一方面，人伊嘛无讲白菜啦，伊呛讲到差不多十月的时阵吼，就是讲十月、十一月真正要登记，伊迄阵要来甲蔡英文做一个民调，若输伊就卖选啦，人伊公开讲的啊。但是到底这个选举甲运动的中间，古早选举甲运动，各位恁可能因为恁的年龄真侪拢比我比较侪岁，拢知影吼。什么人画出来呢？新潮流啊！新潮流上早的时阵，因是要行社会运动的路线，但是到尾啊，因讲啥物？进入体制反体制，吼、哦！进入体制反体制，你捌听过嘛？哈！所以，再来林先生老师伊过身啊，加多理论，一边伫内，一边伫外，吼、哦！这个议会路线，甲街头的路线，爱落去配合。我感觉每一句话拢做有道理的，所以什么人把伊提升到最高境界呢？台湾金律师啊，伊讲啥物？伊选国台就是为着要终结中华民国，唔是啦，即马拢唔是讲对甲唔对，即马要讲的是讲咱的历史过程啦，咱拢捌好即款坦白讲。咱嘛袂赴想讲到底会通也袂通，但是呢，总是听起来敢那复杂，啊，毋过阁简单的一条路。咱拢为遮个路呢，有个人有参悟，有个人徛伫边啊，伫遐赞叹。咱拢互遮个声音伫吹逼啊，一直到今嘛，到今咱来看最近发生的几项代志。民进党即两天尔嘛，民进党提出，我敢那今仔日拢来讲民进党，其实毋是啦吼。讲到民进党，其实咱是要倒转来思考理想甲现实的距离。这个距离无一定是敢那存在着咱甲民进党中间，有可能嘛是存在着咱家己本身的理想甲现实的中间的距离啦。有当时啊，咱组织起来嘛话较大细声，但是出到外口了，咱嘛是无办法啦。啊，有可能咱嘛是困一个中国翁，还是困一个中国某，啊，咱半暝互掠起来罚起来时，咱是无人话啦。哦，啊是上班的时候拄到一个，虽然是台湾人，不过伊做中国生意的头家，伊讲你游行转来摕迄布条啊，绑伫条啊顶悬，叫你绑落来，讲安尼歹看，你嘛是无伊法度啊。所以有真济现实甲理想的落差，我想咱拢卖怨别人，嘛卖怪别人，咱是用这来看讲，哦，真正有落差。我想要估的是来估呢。民众最近的部分区算出来哈，部分区，我看到有部分区，坦白讲，我家己嘛真恶脏。这个恶脏不是讲我现在说话无摆去顶管话，有人讲哇，你三字掉两字，真来去乐透嘛是袂歹。有一个敢那号做全国工人，什么总工会还是总什么会哈，地数啊，我后壁掉两字就对。那你来底啊看，哎呦，那拢一寡四十几岁的。四十几岁囡仔啦，吼、哦，安尼讲，因为徛伫政治，这毋是讲这样算真少年，啊，当然是老正常，因咧有诶拢二十岁，像阮细文学运世代拢出来，有三个是即个蔡英文诶发言人，啊，有第四个发言人啊出来张啦，徐家清啦，伊讲，安尼三个拢有牌，啊，敢若我无牌。蔡文讲，啊你无人推荐，啊无人推荐，毋着来死死个讲。但是今物要讲个就是讲，真罕呢看到讲吼，甲家己个选举团队袂轻易着摆伫安怎名单内底。真济人分析啊，讲即款个选法袂输咧，甲家己讲，即届总统大选，因是足无信心个，所以。好上几个人去哩，都去几个安尼同款。啊无，大部分拢嘛是先拼，拼讲呢，咱做伙
来打拼，天下若打到了后，啊，要做啥，我们再来做啥。啊，但是呢，即卖的部分区，伊总是代表民进党的啥物？代表民进党的一个门面、甲形象、甲价值嘛。过去咱知影讲，民进党伊的部分区大部分拢是邀请啥物人？社会的贤士嘛，吼。啊，有的是学者，啊嘛有呢。即个弱势团体啦，原住民啊，像即个原住民的代表陈盈白第17名，无算伫安全名单内底啦吼。即个